上两岁，臣一次去见家娘娘千岁，今岁见千岁，请归何事？臣妻娘娘今有刘邦韩信丹，统领大兵前来讨战，我军众官府邸乃在望听信李作车之言，传至民里百姓，从此去修夺济州。君臣何不见奏？君臣来见不听，就听娘娘再劝一番。君家赶快带往回宫之地，带我相劝一番。领旨。